哎、欸，妈，嗯，这有你。哎、欸，我是叫恁爷菜后夜放钱的给我啦。啊，你较早不是足够怕查某囡仔？啊，今仔日是安那减一条筋，头壳顿顿。因为身体。食饭莫讲话啦。嗯，妈。哈、啊。你嘛莫去我后脚。啊，无啥物袂用讲的啊。你做唔对，迄是同人知的呢。啊，不过上个重要，迄是会改。对呀，放因爸爸妈妈来讲，一个会改的囝婿，看也死唔改啊，安尼怎？妈，你安尼讲，亚芳有压力。没啊，我没有压力，因为我绝对无可能免叫我家己啊。对啊，今日去接纯纯下课的时阵，我甲亚芳已经讲清楚啊。过去哦，咱是一家伙啊，啊未来嘛就有可能是一家人啊。所以有什么代志，爱坦白，唔免安尼嗯嗯呀呀。亲家亲，恁讲对啊。嗯。对啦，哎，对啦，对啦。沙堆你倒位？嗯。到卡。啊好，我来提哈。嗯。啊，哎，你身体无爽快？无代志啦，啊都。坐久脚吧，行两步就好啊。啊，恁食饭，免吵啊，免吵啊，哈。恁食，我来接噶。那，林太太。嗯，嘿。有找到无？无嘞，啊是放喺度。你吃啦。哎呦，哎，大家拢买饭。哎，我看两半。嘿嘿嘿。身体不爽快哦啦，哎，头拄你安尼雄雄，我不是能搞，是安怎啦？啊，你是破病，唔敢让囡仔知影哟啦。没有，我已知影啦。改善都要有心理准备呀。啊，真的敢知呀？亚芳敢知呀？当然嘛唔知。我唔敢让因知呀啦。哎，我知呀啦，无要我谈你啦。起码不用的让因知呀。他主要芳甲郑南离婚了啊，阿妈知唔是唔是不用啊？伊郑南的工作路一直都袂顺。哎，这嘛真无简单！你外国人哦，看到伊的作品，要开发表会啊！伊若是知影，一定无爱去的。我要哪样回安尼啦？啊！你这嘛安尼是要安怎啦？我家己都去看医生啊！啊，你甲讲伊也毋是医生，伊敢会当安怎？啊，你请我食这药啊！人有加较爽快，嘛袂安尼变白晕晕啊，应该是有控制掉的啦。啊，听候伊工过路无用煞的时阵，才甲讲嘛爱护。哎呦，啊，敢一定爱安尼样啦？你是惊袂好？你哪里讲啦？啊，你该讲就是就啦，好啦好啦。我阁希望甲你当做亲家，这是咱两个秘密啊！你好，我姓江，叫江美惠啦。啊，我有在网络吼找礼仪公司，啊，看到恁公司的评价袂歹，想讲来了解一下。哦，来，下坐下坐。哎，我是这礼仪师啊，我叫彭祖哉。啊，你想要怎样？做你问，我都会当替你介绍。啊，是厝内底啥物人需要服务啊？我本人啊。你？啊，不过你看起来这么少年呢。哦，你应该是听外口人讲啥物生前告别式，想要了解哦。哦，你等我一下。哎，无啦，迄生前告别式哦，需要看化生死，我还阁无迄个勇气啊。
我老实甲你讲好啊啦，我即马破病得着肺癌，我食药控制啊。阮后生甲新妇已经离婚啊，伊即马事业哦，当在发展伫哩。我阁有一个孙哦，即马才上高中尔，我拢唔敢甲因讲，所以唔才甲你偷偷啊来。阿公啊，你莫遮尼艰苦啦。是大件，是小烦恼，这阮看足济啦，嘛足有经验。不过老实讲，你若是破病哦，应该去找医生啦，毋是哦，找阮来替你服务，安尼就过悲观啊啦。是啦，也毋过我这病已经足严重个安尼，有当时啊，身躯身哦，拢安尼一大一大乌青啊，卡袂着哦，都安尼脚软手软啊。啊，佮有当时啊，讲话讲讲久会流鼻血，迄拢别人甲我讲个，毋是我家己发现个呢。阿姆，说你说你说，你鼻血来。歹势啦，最近天气有较冷，小可感着啦。哦。对啦，阮公司哦，有是提供一条龙个服务啦。为病院哦，佮日塔。啥物拢有做，所以你有啥物需要，做你吩咐啦。我安尼辛苦一世人啊，拢唔捌享受过呢。我迄个告别式当然嘛要办哦，较请呀。我爱上大间迄个厅哦，而且内底吼，迄花海吼，爱安甜甜啊。我爱八 K 电竞的荧幕，放我的相片。重点是吼，总统甲副总统的晚宴吼，爱放伫。头前，美国总统的晚宴爱放伫后壁，佮迄桌边吼，都爱放迄个行政院长的花，正边哦，都爱放个内政部长的罐头塔，刷落去，各部的部长，佮有院长，拢爱来致意，迄个立委佮议员啊，拢爱甲叫叫来，来偌济算偌济，安尼我才有面子啊。安尼听起来哦，你爱这。规格足悬呢，刚才请迄苹果头家嘿来去讲啊。唔免啦，贾博士吼，落去我都拄会到，我会去甲伊拍招呼啦。你莫掠准讲我咧甲你讲耍笑哦，我拄则讲讲遐尔济，你听有重点无？听有啊，请呀。啥物咧请呀？重点就是爱俗 CP 值爱悬。妈，你哪来？迄是你妈妈。啊，是。阿母你好。你有影有水啦，无怪阮后生哦，甲你讲甲安尼嘴笑白笑，是讲你敢有对象？我已经结婚啊。你结婚啊？妈，你忘记要送啥？你人的隐私，你安尼真无礼貌哩。玉玲，歹势哦，你个先去无用。你是安怎惊我问哈？恁两个是甚关系？你有影是上唔解呢？后生吼连人有翁，你嘛要立？妈，你到底是咧讲啥？你莫掠准讲我唔知影你想啥。你的工课是教书的呢，讲啥物来遮咧做研究？我就知影一定有问题啦。这嘛是我的工课。你的工课？你会穿情侣装，甲人咧开直播？当作我尔好骗了，真正无彩！我咧用尽心思，把亚芳救倒来你的身躯边，你有影让我足失望的呢？妈，你真正误会啊！我等咧研究即卖的直播带货现象，要写论文呢，才会甲伊做伙直播啊。讲起啊，袂输敢那有影咧！你真正无甲我骗？我骗你是要创啥？我真无简单找到这么有质感、这么红的直播主，会用观察消费者的行为。你哪里孬？以后想要跟我合作啊？我才不爱信呢！就算讲恁今嘛无安怎啦，你也常常安尼跟伊做伙，早晚会出代志啊！你袂记哦，自细汉你都带桃花呢，我今嘛一定爱把你的桃花斩掉，你唔知伊要替你把亚芳因母仔囝烧掉。妈，你脑煞袂，敢会较理智无？我是倒位在无理智啊！我甲亚芳因母仔安尼，敢敢若我有问题，你就免负上大责任。你即马是咧怨叹我？无啦，妈。我知。
你甲亚芳今仔个母甲安尼，我爱负起上大个责任。我做真侪唔对个代志，妈妈甲你回失礼，失礼啦。妈，你无需要回失礼，拄则是我想过冲动。我知。只是聪鹏讲的话，拢是你心肝内上介真、上介想要讲的话。退去，我来等。你们做啥？过去我都是想过作孽啊，再去害着恁查囝，去害着阮后生，我即马唔知着啊，这都是报应啦。我拄仔在下辈甲因回事的。哎呦，你唔好遮激动啦，吼，咱有话吼，好话讲吼。哎，我感觉你比我较激动呢。我即摆已经看破啊，我的心情比任何人搁较平静。哦，来，我较冷静的，啊，你嘛较冷静的，吼，哎，我来讲吼。这婚姻的问题吼，是少年人的代志，甲你无伫搭，吼，你袂用安尼，逐项拢怪我咧家己遮来，拢嘛怪我。较早若毋是我安尼目头伤过悬，我伤过小贪，亚芳甲正南因一家口啊三个人，即马应该是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啊。啊，亲像我干那样糟蹋人即款时代，伫厝内面都是囝儿事事的困扰。你讲啥？无，我是讲吼，你今麦改真济啊呢，你改就济啊啦。今麦改闹好，白富啊啦！我唔呐害着恁查囝，佮毁掉阮正南的婚姻，我哪有遐个面头活啦？哦，拄仔现我啦！你莫有白来哦。你啊！你是要创啥？我即卖人生吼，比较早搁较清楚，我知影我家己要做啥，都较幸福。我袂应该好你啦！哎呦，拜托你莫遮激动啦，莫想袂开好无啦？你即卖讲啥？你当作我想袂开哦？好拜托个，迄个刀仔是我新买的啦，因为厝内面的水果刀仔断去啊。啊！我即马无啥体力，要下水果，切袂叮当，啊，买一支新的，拄仔想讲要下恁五互你食嘞。啊！你即马当作我要自杀咯？哎呦，拜托的，我袂看到亚芳甲正南一家伙啊好好，我要哪会甘死啦？你头拄啊吼，摕个杯互我看，啊，搁讲话啊，讲迄套啊，啊，刀啊，搁放伫个车，哎，啥物人拢会想去遐去啊，对无？你说啦，妈，啊，你哪会伫遮？我来甲一个无闲的大家开讲嘛，啊，你哪会来啊？啊，我拄则伫咧附近运动，想讲要替阿母安排健检，所以就来遮找你。哦，哎，唔免啦，我毋是甲你讲过，我家己会去互医生看啦。我甲你讲，吼，啊，你即阵啊，若是有闲吼，啊，较少来关心全全因阿妈咧。奇怪，你甲义舅哪会拢安尼讲？安尼我会搁较怀疑阿母是毋是身体无爽快，有破病，毋敢讲。无啦，啊，就是头拄仔咧开讲啊吼，啊伊就讲吼，伊真烦恼，迄张正南咧工课的代志啊，啊，可能吼伊安尼想想的吼，压力较大，啊，身体难免出状况嘛。啊，你这进前这个新妇做了嘛袂歹啊，甲关心一下嘛真好啊，对无？来，亚芳，啊，我进前吼有经过婚纱馆。有看到因那在广告讲，即卖若去翕全家福有打折啦。啊，你敢会用个带全全，甲我甲正南，咱搁来去翕一组全家福？行嘛，啊你若有闲，甲亲家做伙来啊。免啦，好阮亚芳陪恁做伙去就好啦。